色模式，蓝色模式。蓝色模式设定，蓝色降低28设定，蓝色设定28确认，手机开始了。First blood。Headshot。哎呀，妈的！恭喜你啊！这人他逼我换狙，是不是？不要逼我！Double kill! Double kill! 不行，横向算的不准。Double kill。Double kill。Headshot. Fire in the hole. Double kill.妈的 Grenade!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Grenade out! Headshot! Grenade out!
等于十个杀敌数。弱点计算确实不正确的。Mission success。不行，不能用蓝色模式，绿色两九设定。蓝色二十八的话，这个。开镜之前的一个精准度的话不好把控，2500 DPI 还是太高了。现在2400，2400高度低，哟，他妈的，这样一个灵敏度还进不去了。哎，退不出来了。到晚上开始抽风了，我看一下我的电源设定是多少来着。哎呀，还是要开平衡模式，不能开节能，开节能的话太伤了。绿色模式。好久没调鼠标了，感觉我鼠标设置应该没有在系统里面保存。感觉慢了好多。老表，
掉，老掉。我没打到。Headshot. Throwing smoke. Double kill. Kill.剩余十个杀敌。Double kill.Well done. You be all, ma,真的是
绿色的移动速度又太慢，蓝色移动速度又太快，蓝色准度又太差，我都还没敢用粉色模式，原来粉色模式都开得起来，现在开一个蓝色模式都感觉鼠标操控不过来了。哎呀，哎，你说这枪是不是挑着我？Fire in the hole!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Mega kill! 不是很疼。Ultra kill! 啊，收敛点，收敛点。哎呀，打不过前面几个。Grenade out! 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Grenade out! Fire in the hole! Grenade!
十个杀敌数。哎、欸，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Grenade out！ 啊，今天怎么都这图啊？比赛开始，Destroy the target。刚开啊？怎么会进来呢？肯定是我们这边一个人已经被打掉了。低爆一个，低爆点，低爆点，还有一个低爆点，低爆点板后边，在板后边，低爆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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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上上上上，还有一个，妈，怎么低爆这么多？下午匹配到我也是这图，他妈两大喷子。今天好像特别容易出这图啊！我就看见一个，结果他妈你又死了，我操！又有一个，然后后面又蹦出来一个，我操！ Fire in the hole！ 哎，厕所。这两头，厕所里一个，厕所里没了，就一个。右边，右边，右边。低爆点强了，低爆应该有。一个长力，一包肯定有老六，我感觉。Fire in the hole！ 这是游戏。哎，没有。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不能抢 AC， 不能抢 AC， 不能抢 AC。AC 留给他。Flash ban！ Flash out！他家俩，他家俩过来了，来了，他家两个来了，他家两个来。背包点进去了，他家。Fire in the hole！ 那个不知道，丢了，小心去。看厕所。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Site A。他家，他家，他家。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刚才那个位置走错了，正常你在 A 点里面守他家就好，作为一把区域来说，那个位置的话，对面出来打提前点才能打到你。相信我，打路人局的话，能打提前点的并不是那么多，这样你就会有一个秒点先机在，这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船。F 点藏了。B side, target B. 哎，我们家餐桌去一个，可能去我们家了。队友在前面就是吸收火力啊，他就是他的他那个瞄点啊，他不会飘到我这来，就他子弹不会飘到我这来，然后我这边就会有比较高的一个升华率，也不是升华率吧，会有比较高的一个就是稳定性，所以干扰会减少非常多。哇，好多，四个，还有三个，我去厕所看一下。左手翻个冲进右手那个，希望不是很疼。Smoke！ 厕所去了。还一包呢？一包应该还有。应该在他家和 B 包了。黄沙发，后面 A 包。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这点一定要顺着刚才的门缝就把人家 A 点这个位置卡住。对面如果出来的话，他会稍顿一下，就再顿一下的话，能给队友创造很多先机，包括我们自己这边也是。压过来了，死了吗？ Flash bomb！ 你要拿到 AC。Smoke！ 右边，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好像很喜欢这个角色，中文少年。这角色是个话痨，现在不话痨了，原来是话痨，改了。逼点近。Flash grenade！ 多点发。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Well done。希望他们不会太难过。哦，这边整个战队都打死了。这个角色的话痨的话，就是在某些角色那边是不体现的。比如说相同角色，你打完以后他是没有，不会有那个。Grenade！ 哎，别扔的很迷哦。厕所里有人。Flash out！ 一包有一个。两个，哎，黄沙发掉了，希望不是很疼。会了。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at A site. Mission success. Hahaha.
你们不要说说，不要这样说人家战队嘛，这弄一个战队很不容易的。而且像这种情况，人家肯定不是那种就是开车然后开这样队出来弄，那肯定是别的目的啊。比如说，哎呀，大神带我玩呗，这样子。战队里面有没有会打的？我们开个车队啊。所以很多就是会打跟不会打就凑在一起。所以战队的平均实力如果比较好，其实还行。不然像这样差一点的，那难受了。哎呀，他真的运气好差，我跳下来只是随机开枪，就把他打到了。时也命也，看到没？这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啊，结束了，13-12。不会太难过。这个就是队友会打，你在后面捡，你能捡得很高 ，KD 可以捡得非常高。